秦轩，我真的没有撞秦美心，我没有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当时车里只有你的手提包和你的纸，你还狡辩。我没有，那晚是秦美心。闭嘴！那我去秦家找美心麻烦，我出去没多久就出事。不是的。那晚秦美心喊我回秦家，我去拿了东西之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别狡辩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美心的腿因为这场车祸废，这辈子只能用僵尸。秦叔，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这辈子就给我在监里赎罪。罪犯因满，编号14130，涉嫌交通肇事致人重伤，罪名成立。现在判处5年有期徒刑，即时入狱。求求你们别打！告诉你，这可是不上吩咐的，他可说了，不得让你活着出去。来，给我继续往死里打！既然是你，你真残忍。14130，你减刑了，出狱吧。秦深，你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了是吗？真相，这个杀人凶手要不是美心需要你的骨髓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病人全身有不同程度的重伤，加上重度贫血以及营养不良，以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如果贸然抽骨髓的话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秦深，你就这么想要我死吗？秦深啊，其实明晚要是不合适，我再等等也是可以的。不行，你的白血病等不了。要不是前两年那种事故，你现在早就痊愈了，何必再受那么多折磨？都是你晚趟这个罪的女生，必须给你受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准备手术。怎么醒了？你没有我的骨髓，惊讶吗？其实我的白血病早就好了，可平生不知道，他可是一直都记着我手术的日子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一定要让你的骨髓捐给秦美熙。我妈在秦家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很尊敬这个大小姐，但你却因为我嫁给了傅庭生，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。你跟你妈还都是见过的，我就是让你去死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吓我。美心，你竟然敢推美心。我没有，
我知道你摔了，哎呀，我的脚好疼。林婉，你该不会是要把我这条腿给废了吧？你别乱说，我不会让你的腿有事的。林婉，既然你死心放开，我就继续去牢里受罪。